世界美女之父吴多威。吴多威制定的美女标准，美女的标准有33个条件，符合全部条件的女人才是美女。一、身高在1米64到1米70之间。二、体重在50公斤到60公斤之间。三、胸部的大小在 C 到 E 之间。四、耳朵和脸的角度在170度到175度之间。五、下巴两边的角度在100度到115度之间。六、面部上痣的大小在0毫米到 0.5 毫米之间。七、眼睛的宽度在1厘米到 1.1 厘米之间。八、眼睛上端3毫米以上没有凹陷。九、眼睛上端到眉毛的距离比眼睛的宽度大1毫米到2毫米之间。十、眉毛往上翘5度到10度之间。11. 两只眼睛的距离比一只眼睛的长度大3毫米到6毫米之间。12. 鼻子的宽度比一只眼睛的长度大3毫米到6毫米之间。13. 嘴巴的宽度比两个虹膜的距离小0毫米到5毫米之间。14. 下嘴唇的厚度比眼睛的宽度大0毫米到1毫米之间。15.上嘴唇比下嘴唇薄1毫米到3毫米之间。16. 鼻子下端和上嘴唇上端之间的垂直距离比下嘴唇的厚度大1毫米到2毫米之间。17. 下嘴唇下端到下巴下端的距离比下嘴唇下端到鼻子下端的距离小2毫米到5毫米之间。18.眼睛下端和鼻子下端之间的垂直距离比上嘴唇上端和下巴下端之间的垂直距离小0毫米到5毫米之间。19. 发际线上端和眉毛上端之间的垂直距离比眼睛上端和鼻子下端之间的垂直距离小0毫米到5毫米之间。20. 额头往后斜15度到20度之间。21.眼睛比额头往后6毫米到 1.2 厘米之间。22. 眼睛上端的水平线和鼻子的焦点比额头往后0毫米到2毫米之间。23. 眼睛下端的水平线和鼻子的焦点比额头往前2毫米到4毫米之间。24. 下巴往前凸1毫米到2毫米之间。25. 下巴比额头往后0毫米到2毫米之间。26. 下嘴唇比下巴往前4毫米到6毫米之间。27. 上嘴唇比下嘴唇往前2毫米到4毫米之间。28. 嘴巴往前倾10度到15度之间。29. 鼻子和嘴巴的角度在90度到95度之间。30. 鼻子比嘴巴往前 1.3 厘米到 1.6 厘米之间。31.笑的时候露出的部分没有牙齿上端以上的牙龈。32. 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齿间隔在0毫米到 0.5 毫米之间。33. 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齿排列整齐。